一提到张默，人们往往联想到新二代叛逆孩子，他不喜欢新二代话题，甚至因此和媒体发生过口角，在发布会现场也经常少言寡语。但已经三十而立的张默近年来逐渐成熟，厚积薄发，从大荧幕到正在热播的《10点33天》，演技逐渐得到认可，慢慢摆脱了父亲的光环。近日在接受某媒体访问，再次被问到父子话题，张默已经不是早年那个年轻气盛的小子，面对媒体任何问题都能从容面对。对于父亲张国立在演艺圈的资历与人脉，身为儿子的张默理应受益匪浅，起码接戏是没任何问题。但张默却表示称，如果我爸这么不要脸，见谁都是必须用我儿子，不然我就不跟你合作的话，那我肯定比现在的房祖名要火。但是呢，我爸他不会这么干。尽管有些自嘲的开玩笑，但凭着自己努力一点一滴积攒出来的经验与人气，确实让大家看到了不断成长与进步的张默。周星娱乐整理报道。